发动狡猾的心坑。控制器，哇！我们先支手把就好了。观众想阴你，他怎么可能阴我？他怎么可能阴我？对不对？他是请我帮他打，他怎么可能阴我？昨天电脑还没吃，有啦，已经吃了，只是没有让大家看到。昨天已经吃一波了，因为那个是高难度危险动作，我怕我示范了之后，因为我真的担心我示范吃电脑之后，就大家会那个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，应该是说会被黄标啦，因为吃电脑算是危险动作，如果我在实况的时候我吃电脑，那会被黄标，那我就白开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危险动作的话，我们还是以后有机会可以避开黄标，如果有机会避开黄标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吃给大家看。对对，怕就大家模仿我上次吃那个滑鼠嘛，然后下巴脱臼，我那一步就被黄标啦。我吃滑鼠吃键盘什么，对啊，就被黄标啦。所以这个还是要稍微，我觉得稍微小心一点啊。求吃电脑注意事项，感觉要带圣遗物，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慢慢慢慢来哈。这一张我想一下哦，狡猾，又是狡猾。私のカードにモンスター効果を発動します。霸王没有霸王时代啊，没有霸王时代啊。那个是时代尤贝尔。解放黑魔岛再检索证。可以吧，把黑魔岛拉回来除外。什么意思？把黑魔岛拉回来除外。解放黑魔岛。在检索证。哦，你是说我刚刚直接升招？没有啊，升招这两张就没了，就死了，怎么用？我可以帮上海木的拉上场。靠腰嘞，还好还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还行还行，
只是我打不过去，我打不过去，打不过去。不流行大在后台牌啊，有啊，有带雨炫啊，两张啊。打不过，然后脚滑也没办法开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那个。怎么样可以拿到奇迹接触？奇迹接触用抽的啊。哎，等等，那商人吧，商人有卖吧？我印象中商人有卖，就是把牌，哎，把墓地的回收到牌堆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记得是商人的。左边数来第三个，哦，干你！哎呦，很凶哦。凶的嘞，哦，凶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用脚滑，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啊，这边应该，先不要，可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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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娃和尚要很强，可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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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场要精华了，这场要精华了，发动狡猾的心坑，呼呼，控制器，哇！精华，水哦，两张脚滑就是猛，超强，可以投了啦！游戏太强了，哦，完美，帅帅帅！哇，今天马上观众快破200了，对哦。投降了，按游戏，他发呆，他整个发呆，不知道干嘛。对哦 ，Game， 直接跳一波，完美，按游戏，直接下去。凡事都在我的预料之内。回馈一下观众，你们就知道钱有多难赚。哇！盾枪。喜欢我跟房东的互动。跟房东的互动，游戏王阶级没有直接升到20，有啊，有啊，我这次有被保送啊，有啊，有升啊，有升啊。我这次有被保送啊。因为我上个月有上网啊，哎呀，其实也不太喜欢魔导女孩，不太好打，他可以特啊，好烦哦，
この瞬間リバースカードトラックカード発動お見せしましょう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他被指定的时候，哎呀，变为对手下手的时候也会那个。嗯，喜欢我遇到除草，我有沐风哎，我有沐风，我怎么会怕除草？但是我刚刚还是被屌打。这边跳的怪是关键了，绝对不要什么指定之后会再跳，那就很麻烦。我看一下哦，这张是被打才会被选择才会啊，那我就要开狡猾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要无效我才可以开啊。嘿，给浪浪一个加安呢。哎，最后一集，风筝机人，很凶嘛。没有回杀，没有回杀。以外，那除外。好，没有回杀，没有回杀。命抽，只有你能出外他了。对啊，他自己出外不了。哦哦，占卜龙女小弟带军了，抽一张，双方抽一张。地耶，很地耶，很地吗？还没啊，还没 max， 18而已。哇，很地耶！哇，怎么又是这个啊？又是你啊！哎呦，哎呦，马哈德，看你是很卡哦，马哈德哦。来来来，走喽！嗯，深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除外目的要怎么除外目的？我是要怎么除外目的？我要给他伤害，我要给他伤害，需要怎么除外目的啊？哎呀，哎，哦，没事。奈歌舞啦，奈歌舞啊！你到底放几张啊？你很烦呢、欸，很讨厌呢，很讨厌呢，很过分呢、欸。哦，我会不会抽碗啊？我觉得我可能会抽碗、欸。干好车！哇哇！我真的是我错赛，我错赛啊！我错赛，我错赛，我被打爆了。我被打爆了啦！怎么有这个啊？我被弹了，手上一定有那个五重啊！他有五重啊！他把我这张弹掉，然后叫五重，叭叭叭叭，我就死了。不是吧？啊，他有五重啦！哦，完嘞！随便的啦，开爽的，开爽的。哦。还有五重啊，不可以除外，好好啊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可以。哎，哎，圣枪，圣枪救了我一命，圣枪救了我一命。圣枪救了我一命。啊！哦。我彩虹生命。哇！哇，这个人真的是，哇哦，哇，我快抽完了、欸，我快抽完了、欸。吹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哦，要丢导航，但是我太紧张了。水晶，哎，不是，光刀电池人，然后海马，海马，雷的那一只可以抓两只雷族那个海马那一包，然后有一只电池人攻击2600的，然后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那个什么，水晶融合。叫什么融合的？这个应该是黑魔岛哦。好尴尬、哦。モンスターを
少数就个一场，多数都卡手牌有什么用？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啊，但是因为我们在放之前就一直遇到雨旋呢、啊，所以才想说要放嘛。那、啊、后来怎么又都没遇到，就很奇怪。你看，没有啦，这边雨旋我也没办法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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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啦，是要除外导航，没错。放一的卡片一直上锁是蛮实力的，我运气不好。不会吧？这里如果导航我就……我、哦、没有，他抓导航没有？我对啊，我就说开不了，没办法开了。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这牌感觉有点弱，没有啊，这牌 T1 呢 ？T1 怎么会弱 ？T1 就不会弱啊。场上混沌猎人，对手能开雨旋吗？不能，双方都不能除外。哦，好辛苦哦！哎呀，拜托拜托，左右两个，拜托，除外，除外除外怪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主要阶段，不用。看一下啊，导航幻象魔术，等下幻象魔术可以那个啊，看一下。然后开木风，这边开木风是对的，对手可能太急着要那个，让我可以开木风，先把刀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！注意哦，注意哦！好，这里不要跳，这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！呜，赞哦，赞哦！刚刚那个木风。那个木风，回归，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还好还好，抖了一下，抖了一下，哦，抖了一下，真的是抖了一下，哦哦哦哦，逆转逆转逆转，哦，哇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逆转了！不太好那个，我们先支手把就好了，我们先支手把就好了。我等一下脱臼怎么办？你们不要害我被黄标啊！啊，在吃之前先清洁一下，卫生纸先擦一下，试一下手法。啊，没有上啊，我们礼拜一才能法了，明天要去台北。哦，别告诉我今天愚人节，我的心已塌得好多些。没有你的谎言，闪烁在脑里面，一直不会变。